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，我们是肉食动物。哎呀，晃晃，哎，今天我们要聊聊爱情。对，你期望中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其实特别想体验那种偶像剧里的爱情。哦，这个我熟啊。是吗？就是那种恋爱之后，然后发现家族破产，郁郁寡欢，流落街头，被车撞到失忆，去医院查出12种癌症，要输血的时候发现你的女朋友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妹妹，这种吗？这也太惨了吧。偶像剧一般都这种设定。太惨了，我说的是偶像剧里面美好的一面啊。比如说，就我们相识在校园的图书馆，我们挑中了同一本书，手指碰到彼此，然后四目相对的那种爱情。这种，对，这样陪我演一下好不好？演这种吗？哎，陪我演一下好吧。啊，哪本啊？不是，哎，这本不是，这本不是，那本碰一下呀，要碰一下呀，我一定要碰、啊，当然要碰一下了。老公，有人耍流氓、啊，结婚了吗？演个单身好吧？好巧、啊，好巧啊，我们有一样的胡子。演个女人好吧，演个女人啊，性别也要卡这么死吗？当然啊，啊，好巧，好巧啊！你也喜欢这本书吗？哦，可是就剩这一本了。我的，让一下好吧，让一下。哎，你也喜欢这本书啊？啊、哦，可是只有一本了。嗯、那给你吧。好的，来回让一下好吗？来回让一下呀。你也喜欢这本书啊？哦，可是就剩这一本了。那给你吧。哦，还是给你吧。好的。你这完全没有要让的意思呀！偶像剧嘛，一般开头都是这样了。哎，邂逅作为偶像剧的开头确实没问题啊。那接下来就应该是我们浪漫的婚礼了。那你觉得什么场合比较适合呢？我想找一个特殊点的地方，就是可以追忆青春的那种啊。这种啊，欢迎大家来到二位新人的婚礼现场。你是主持人呐？今天二位新人别出心裁的把婚礼选择了校园操场。谁会在操场上办婚礼啊？你不是要追忆青春吗？哦，合理合理合理。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家属方阵。还有这个环节啊？走在方阵最前列的是男方98岁的奶奶。我奶奶太健康了吧？这身 JK 制服显得奶奶格外的俏皮。我奶奶太敢穿了吧？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男方前女友方阵。前女友还有方阵吗？这是一个1×1的方阵。一个人也没必要是方阵了呀。你的前女友把她的新婚贺礼扔向了舞台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标枪。他是要干嘛呀？渣男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娘登场。哦，现在以百米速度向我们跑来的就是新娘。太快了，跑过了呀。不回来了吗？至此，本次婚礼已经过半。嗯，接下来进行本次婚礼最重要的环节。哦，应该是那个交换定情信物了。广播体操。广播体操跟我们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啊，进行下一个环节就好了呀。我这里有一个新娘想要问新郎的问题啊。哦，好的啊。如果新娘和你妈妈一起掉进大海，你要救谁？救新娘。BB 错了。救我妈。BB 错了。那到底救谁啊？救救大海吧。这是什么题啊？环保知识测试题。这个题跟我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吧？接下来有请二位新人交换定情信物。哦，好的。男方掏出了他胆结石定制的戒指。钻石。男方从他胆里掏出了钻石。从兜里。男方从他兜里掏出胆。我为什么要掏个胆啊？象征爱情的勇气啊。从兜里啊掏出钻戒。新郎掏出了钻戒。有个人尖叫了。啊，戴在了女方的鼻子上，戴手上就好了。好了，有请新娘交换定情信物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满满的一缸金鱼啊。哦，金鱼，这是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金玉满堂是吧？啊，不是啊，他只想说你啊，好多鱼。这完全不是他想说的，是你想说的吧？婚礼到此结束。
啊，婚礼之后啊，就应该是我老婆怀孕了。哦，这么快？哎，然后我在产房外啊，焦急的等待，这就迎来了偶像剧的结局。哦，结束了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医生，麻烦你了。啊，我不是医生，我是来送桶装水的。康枪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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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。没必要演这个角色吧？演个医生就好了呀。哦，医生，麻烦你了。放心吧。啊。深呼吸，用力，深呼吸，用力，深呼吸，用力，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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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谢谢，恭喜啊！哦，这是我的孩子啊！好丑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，刚不是我说的，是你的孩子对你说的。孩子怎么可能说话嘛？先生，小心你的孩子。哎，我可以亲他一下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先生，你拿反了。我怎么可能拿反嘛？先生小心你的孩子。哎，我可以去看看我老婆吗？当然可以，这边请。老婆你辛苦了。你瞎吗？我是医生啊。老婆你辛苦了。我是护士。请问你是我老婆吗？怎么，老公你失忆了？没有没有，老婆，你看这是我们的孩子。哇，跟我长得好像啊。是啊，你看我们仨有一样的胡子。够了吧？